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这两天简直太馋无骨鸡爪了呢。趁着我儿子去他姥姥家了，那我们今天就一次性吃个够，记得躲在被窝里，声音放大，跟我一起来吃哦。汤也不能剩下，关注我，你说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剩下的还是给我儿子留一些吧。